大家好，我是麦灿，欢迎回来收看 Gaming Channel Mobile Legends。 今天我们要玩 4VS， 有了最新的 revamp 重做这个 4VS 没有人用的英雄。如果大家不知道，我的第三最高用的英雄就是 4VS， 我们看看会变成多厉害多强。 Classic，Yes， 选到了用原skin，哇，改装过，这百多块比较帅。我们看到 Pro 到吗？你不能说 gaming， 当然我用我自己的啦。先说自己 suggest 我一定要用了吗？哇，他的这个 hammer 变大个去哦，很帅的。他们没有带 red tree 嘞，老魏，把他们有三个 tank。哎，是哦，现在 4VS 大招不是跟着位移来 refresh 了，他不要换了，换到怎样？我们 try 呢？哇，他的 hammer 蛮酷的，我们要出击啊，把人推下。哇，呜、哦、呜、哦，好亮哎，好亮哎 ，boom， 哎，把人推下我，呜、哦、boom， 哇，喂，痛哎，很 damage， 哇，他还会。飞向人哦 ，OK， 我们来，哇，哎 ，no， 哎，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一飞，一飞，呜呼！怎样刷新那大招啊？我不知道怎样吧。OK 呢？成功刷新，我们要抓了一次。Let's go！ 喂喂喂，我逼！哇吼！哎呦！喂，这个大招，只要一招打到他就可以刷新哦。What？That's crazy！ 怪不得他，全部人要 ban 他。What？ 无限刷新大招。Oh gosh！ Boom！ 过来过来。Boom！ What？ What？ 我杀五个了，江江。Oh my gosh！ 然后跟着这个 ，Give me the build， 太强了。Let's go！我肯定还在这边，走，打招 ，OK， 没事，谁 ？Predict， 哎，哎呀 ，OK， 来来来，哇，太傻了，喂，他的大招，哇 ，What the heck？ 哇，他的大招很快。他不止刷新很快，而且他的那个 skill animation 以前比较慢，会 delay 一点。现在他这啪啪啪，杀七个人了，五分钟都还没有到。哇、哦、，crazy， 来了大家 ，boom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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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太痛苦了 ！What？ 冷静冷静，我们冷静点。OK， 现在 4VS 太 OB 了，他们每次这样啊 ，Revamp 一定很 OB 哦，很 OB， 然后过海就在 Nerf 啊。哇，全部都会把他推来前面，太臭了。我们去杀人，我们去杀人，我们杀二十个用 4VS， 我觉得可以的。啊 ，OK， OK， Let's go， OK， 来，过来，过来，别玩。他们带多少弹了？害我死两次。
我来啦。 OK 我们不玩了，我们来找印。Hello。好像中了我的 skill 就会。OK。中了我的 skill， 他的大招就会刷新哦。他的大招容易刷新哎。Q， 来拿我。啊！喂 ！Come on！ 太强了。My gosh, Phobias, MVP， 肯定 MVP 啦！呜呼呼，太强了我的 Phobias！ 哇，他扛42%伤害，伤害42%，扛42%，超劲哎！大家 ，Phobias 太强了，怪不得他每一场 rank game 会被 ban， 他太 OP 了，现在他的那个刷新那个大招比以前刷的更快，没有想到。因为他 revamp 过后，他是讲以前是 blink 一次，他就会刷新他的大招一点，然后就可以再用大招。我现在好像是他丢第二招，第一招他就可以刷新了，我不知道怎样啊，我没有去读，还没有去读， but 已经是很强了，随便玩不了。他现在有这个新的 update collectible， 我们来看 rewards， 我可以选衣服啊，我全部都有啊，哦 ，what？ 随便选一个了，哇！So， 哦，现在你的皮肤收集到有一定的数目，它就会送你更加多皮肤。哇哦 ，Mobile Legends 开始送 Epic Skin 了，他怕了 ，HOK 送太多 Skin 了，那完全fight不过。Mobile Legends 一路来都是很减下的，他们没有送过 Epic Skin 的，第一次送 Epic Skin 了，真的是看到。所以喜欢这个 video 记得按一个 like， subscribe gaming channel， 当然 mobile legend skin 我很久没有做 giveaway 了，这一集是 giveaway 了 ，yeah！ 当然要参加这个 epic skin giveaway 很简单吧，你只需要 like 这个 video， 还有 subscribe gaming channel。第三就在这个 video 下面 comment 为什么 Phobias 现在那么 OP， 最好的 comment 我将会给一个 like， 然后送你 epic skin。和平出。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